八折吗？十。好，来看四家的牌。我们来看一下波哥的牌。郑小川的牌。一正哥的牌。Irene 的牌。好了，波哥出菜。小强。小强。东风。东风。我看一下小川刚在底牌的时候，哇。麻将高手，你很快是吧？小强加一只，小强加一只，哇，牌洗得很干净，三家有多？南风，南风，红州，南风，红州。七筒，哎呦，第三张打一张七筒啊！吃，哇，吃个中洞，太甜了，太甜了，真的好甜。贵一张吧，但是你要想要上家的牌也很好哦。七风，七风，五条，二五都不要，二五臭。嗯，打二吃五，要吃，掉刀了，中洞。二十六，嗯，二条，一条，一条啊。那你刚二条想什么？二条想什么？嗯，八筒。两条，再来一张两条，二五条打四张。都没人要。九条。这个打的问题。一条。八倍。连打两张。对。嗯，他摸五打八。冲了，应该还好。六筒，没事。你的对家打。东风。红中。四筒。都不要。花。六条。没事。条子都不要。嗯。南风。四万。哦。卡四万呢？哇！你这时候打四万真的很敢。对啊。把牌都倒下来。部分是听了是吗？听了。打七万还没事。嗯。好，来了，白皮庄家，无敌三台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的第二把，波哥，你看，我像你的牌那么好，打到最后是你放炮。对啊，可惜耶。啊，好了，你放那三台小心哦。啊，小川，庄家开门。十仔。好球，好来看四家的牌。看一下庄家小川的牌。一正哥的牌 ，Irene 的牌，波哥加油！好，来小川，庄家出菜。北风，花，北风，西风，西风。东风麻将怪啊，看起来波哥的牌很好，上一把，对，但是呢，小川呢吃了三扑，我们还认为他会胡，结果他还没替。大饼，哇，
六同。知道，知道。你们可以开开玩笑哈，不要那么严肃啊。哎，当家里打牌，对不对？下下下家，对不对？做做假动作啊。一百万。100万。那我下去打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规章。好，喂。吃我的鸡。五条。五条好。吃的很好，吃不到。9桶。胖。好，胖起来。5条。好。猜五条队，9条，4桶，1条，再拿5条就服了你，四条，也差不多那个意思。花，8桶，不花，3万，9万。发财啊！大声哦！发财，好。骂老公的声音把它拿出来。骂老公说：“死老公！”应该就是这样。7桶。哇！哇！怎么7、8桶哎？8万。青蛙，发财，2条，都是，5条都没有人喜欢。北风，发财，6桶，发哭了。几条？3条。2、3、4、5了。哇！啊，又卡了。哇，中到。来，牌都倒下来。4花。独替庄家，4花，哇，又搞了一个3台。所以你们现在这个把这个分数轮流转。啊，你当然放给义正，现在呢他放给你，结果呢你平了，他现在是落后我们800分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的第3把啊。只有2把牌喽，谁会被淘汰？现在小川该你要加油了。好，来，医生，庄家，开门。来，豹子啊，豹子，12。来看4家的牌，看一下庄家医正的牌 ，Irene 的牌 ，Irene 下次没事。对，波哥的牌，没放炮，没胡牌，置身事外。现在要加油的小川，对啊，3分喽。好。3台，庄家请出菜。出菜了，加油哈！难胡牌。难。哇。五花。西风。大家发财。南风。盯我。是4啦。白瓶。小川说话真的好温柔。西风，东风，发财。哎，真的难发。对啊，真的难发。碰一个 ，IP。跟白皮。规章。
我好像不打白米不行。何童。 哇塞，山西人啊你啊！山西人，连放鸟炮是要戴牙套或者是拿气球啊？小心哦！一万，现在是小川有压力哦。对，好大的压力哦。小川温柔温柔，我不希望他戴到扩嘴器。6万，哇！ 问题大家都没有。嗯。两条。甜，第二头。甜甜的，表。五条。 冲一只，小心啊！不要看错，我帮你害怕。你冲！要戴牙套或者要拿气球啊？我可以选拿气球吗？你没得选择，因为你现在落后800分了。你也可以选择那个戴牙套拿气球。不要这样，绝对不会选这个。冲吧！冲！冲吗？对，冲了。 冲表是7条，哇，真的是，真的假的？哎呀，哇，我也吓到了，我也吓到了，我想说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都被吓死了。10000，这一阵打什么麻将？麻将应该没那么差嘛。 没关系，你没有戴头夹，有压力。这我有。哇，他也打了2345条啊。嗯。对。3万。又有放炮的压力了。看一下，小心哦。 要冲了吗？我想一下，太难了吧？你没有，你没有荷包了，不用担心啊。有温柔温柔的有。你老公看过你戴扩嘴器没？应该没有人有这种经验。我跟你讲，真的还假的？嘴巴可以撑这么大，谁家里会有扩嘴器这种东西啊？要冲了，4万。哇，这次真的不能演了。 啊，吓人啊！没有没有，把整理了。吓人！好了，不吓他，不吓他了。你有没有怀疑没有啊？没有没有没有。那就那就。人工。3条。你也是命苦的。对呀，2354。啊，你也是命苦。发财。6万。 什么牌？要看一下了。哇，我要考虑一下。一人剩3张牌，快没牌了耶。嗯哼嗯。这边，来。 终于吃到了，谢谢。阿廖，碰一个，没事。他帮你，你不知道答要不然碰干嘛？我知道。他在想，给他点时间。一正哥应该也不想要带扩嘴器，他不想放。他没有，他没有连着炮。 对啊，给碰9条，没有，没事，3万，自摸，哎呀，这一碰出事情了，来牌倒下来，哇，中自摸哎，等一下，我要问一下医生，怎么了？你那是10000对对是不是？对。
因为我觉得这边很好进啊。不是，五三六九，你打四饼听牌，他一万马上放炮。我那时候四饼还没有啊。有，有，没看到。那时候是你摸那个三饼，摸那个三饼，打四饼听一万八条对头。一万八条对。结果他把八条打掉。没有，没有，把打一万拆掉。啊，他没看到。所以我才在想说，怎么这样打？你这个麻将真不怎么样。好，文青一摸三，双动，独定四台，庄家五台。哇！天哪！好，东风三缺一的最后一把，小川，你跟这个艾瑞差800分。对。哦，那你跟一正呢差1500。啊，所以只要三台，两台1400。嗯。胡一正还不够。嗯。啊，那你要胡他的话，他下庄家多一台，所以屁胡就得。好，来。艾瑞，庄家开门。16，来看四家的牌。我们来看一下庄家 Irene 的牌，目前领先很多的波哥。来，小川要加油哦，这把很关键。一正害了大家。没有脸。刚刚漏看差了很多的一正哥。来，一正的牌。Irene 庄家出菜。请出菜。二条。嗯。一开始就来个二条，吃不到。7条。两家牌都很好的感觉。东风。东风。10000。东风，发财，红中，小鸟，5条，碰，碰起来，5条终于有人要了。嗯，前面都没人要。有问。4万。红中。一头。碰。发财。碰。7条。哦，中到，这一张真的是关关键键，3头。10，8筒。卡三饼。嗯。10000。碰，哇，二筒，3扑糊了，变哦，好快啊！他这牌打的真的，我真佩服你，很会摸哎。牌子倒下来，牌子倒下来，他的牌啊，我真的是佩服，高手，北洋军阀无佩服。好了，二花庄家2台，但是呢，小川。啊，因为一开始就落后了。对，小川东风淘汰。嗨，八岁，谁也不要。八岁就会开始打麻将。8岁。那最让你佩服拍戏的人是谁？我。那你要做出一个惊险的表情。家里三个小孩都会打牌吗？打得很烂。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我们大神 APP 呢，大家踊跃下载，只要你经常玩我们的大神 APP 的话，就有机会跟我一较高下。